琵琶家后面的海都枯，都已经干了。我就觉得很好玩啊，就每次我想到就拿这件事来讲。就是他太白目了，我才想要一直讲。啊？就是因为他太白目了，我才想要一直讲。还有吗？还没。还有吗？可是他这样，人家不是会更生气吗？他一直讲，哎呀。可是他一直都这样子。讲讲就好了，不然你一直讲他，人家对方也会更生气啊。马上就是这样，我要开了。OK， 先把这边弄一下。太棒了！Hello， 有吗？哦，他帮我带过来吗？带肉了吗？要多喝点水。高雄当然热啊，没事。出去啦，看一下。
走走，冷，大概32度吧，那大概32度吧。你在黑林是什么？是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上去钓的虾。你在黑林是发生什么事啊？夭寿。这黑林是发生什么事啊？你上哪里？这张超黑林。超黑林这大的。这黑林这大。这黑林这大。你问七十八分钟不？谁呀？谁我不认识他，他是我的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是看他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。啊，不知道就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碰没。我不会跟你笑啊，笑没？这样子呢？哎呀，那嘴笑。姐姐，我懒得买，每个拢食材着搁滴啊。这是什么鱼？这是什么鱼？主教先生你好，耶稣你好，主耶利你好，超前会不会热？不会啊，你来了就不热了。今天有鸡啊，今天有鸡啊。今天有大家好。这是什么鱼？快点啊，有没有人知道的？大家好，赶快来哦，赶快来哦。哦，照到两个，两个我搬快来快来，这应该是熟虾，熟虾啊，这个我真的还不知道怎么。
先生。师傅，拜托一下。Hello。Hello。我小姐。好像你啊，对啊，因为今天早上我往那边吃点钱就结束了，然后我吃完午餐大概10:20，然后我去高铁是11:00，我去高铁是11:00，然后我就坐11:25的高铁，所以我到台南的时候。12:07，然后坐计程车到这里是12:37，装完机器12:55开播，就这样子。立伟章，志宏章，还早，中午了还早，刚睡，有人刚睡醒啊。拍一次。对啊，有人刚睡醒呐、啊。喂。说啊，才中午一点哦，才下午一点哦，继续睡。当然有吃啊，当然有吃啊，三餐一定要吃的啊。我还有可能在高铁上，今天我是比较早吃，但不然我喜欢吃那个台铁的便当。台铁有一个。排骨便当，卤的那个排骨便当，饭好好吃，那个真是不败的。外面的便当都比不上。我不喜欢吃便当，但是台铁的便当例外。很熟虾对不？那应该是熟虾。那么大家来我们只要你注意一下哦，这个小孩子是什么老八日老八日好，感谢你，对，谢谢，谢谢啊，但是不要再跟我说不好说，现在好一点，那你们介绍一下有什么？今天的黄啊，科花鱿鱼，这都是一般的黄鱼嘛。那、啊、这就昂沙大的，这个就是你们看这个板槽，就是不用看，这一定是一只外面大概200多的。还给物，你们都认识的。然后这个是新朋友，刚转学过来的。阿伯让我钓钓。刚转学过来的，混血儿啦。你看伊个目睭顶顺，啊，这个就是板桃，板桃也有一阵子没出现了。石斑，板桃王大哥，蜜桃王有板桃，蜜桃王，鲈鱼还有小大坑呢。5:30查来啊，蜜桃王。好虾仁。我5:25把板桃卖掉。好，没有问题 ，OK。王大哥，你5:30再来。他自己说5:30才来的、哦。都来收菜。你一定是惊，你是头先多。罗尽力。一定惊罗。看一下你的猪脑先给我两盒好吗？你在念你啊。小黄杯
开心。搅黄、欸，那个真的很大颗嘞。你不会只修搅黄？有。你不会只修搅黄？应该是大料的呢。对啊。那一包是大料。大料吧，前面是大料。对啊，它大是大料嘛。哎、啊，我只修哦。下冷，下冷的大。没有泡下过碗吗？有啊，有一包啊，小小包的啊，不知道在哪里里面呢。他给我那个牛肉汤五包。竟然有人把搅黄买一箱，买了一箱搅黄。那你们看，一箱搅黄，真的买了一箱搅黄。客人不会那么早来，是我比较早开。我平常这个时间怎么可能开？我平常都一点半才开。然后开了以后，大概1:50客人稍微来。进来，进来。一共一箱，一个月都不要讲完。哎、欸，打勾的两个，那个石木鱼皮，有了。哎，有甜虾，他们进来哦。哦，今天有甜虾、哦。嗯。你好，甜虾哦 ，Everybody。对嘛，就是这个吧。不是，不是 ，No， 就是熟虾。原来也不是熟虾。对，不是熟的。那个是海螺蟹。海螺蟹。这个是野生的。海螺蟹。这是 Hello 嘿，要用这种语调讲。Hello 嘿，买嘞，进来买哈。买嘞，进来买哈。买嘞，买快买哈。买嘞吼，问看卖啊，这是啥？还搁个买？吃就对啦。这位。今天喝肉吗？谢谢哈。好，大哥谢谢啊，拜拜。今天喝肉吗？啊，另外两，那另外两箱是什么？意大利面啊。两箱意大利面是。对哈。我看到在一种，还一家红灯的在煮。哈哈哈。还煮啊？来微波。对啊。小黄沙菜意大利面有。小黄没上菜好。用吹加煎的，唔使杀，太大颗了，唔好杀。杀，用用电锅，用电压蒸。哎，对哦，今天峰哥休困。峰哥准备暗时爱考试啦，我陪峰哥今天要来嘛。你去干？你去要穿山？你去用要穿着水？无你个代志。你在讲，我听无。刚才那位客人是拿了一箱搅黄跟两箱意大利面。然后看就知道是懒得煮的，懒得煮了。意大利面弄了，弄的弄热，然后三颗搅黄就一餐了，两包意大利面，三颗搅黄就一餐了。哎，我突然发现你最近都就很少喝牛了，主要泡喝。你现在是很少喝牛。我那些。蛮牛，你们现在是很少喝蛮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突然发现，很久没有看到蛮牛出现了。对啊，